母亲王和我回去怎么交代？我事出无奈，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。这件事我会上奏朝廷。来人，将侵犯梁坤锁起来。这，你开火！快打开门！哥哥，这不行啊！母亲王和庆亲王有令，任何人不能与体校三见面。有什么事我会去交代。如果你不想死的话，就赶快开门。是。小蝶，太感谢你了。哥哥，你们谈吧。三哥，小蝶，你明天就要上京受审，我真为你担心。我这次虽然善取白银，但我却打败了倭寇，为民整命，总算戴罪立功啊。况且我所做的一切对得起天地良心，即便是朝廷非要降罪于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三哥，你不知道庆亲王这只老狐狸真是很狡猾，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把你置于死地。本来你取白银只是10000两的，而他们却说成是20000两。他想利用这次机会，一方面可以私吞白银，另一方面要置你于死地。万一朝廷真的受他的蒙骗，怪罪于你的话，岂有此理！庆亲王这个狗贼！小蝶，你不用害怕。虽然庆亲王是太后身边的红人，但也不能一手遮天。等我上京之后，一定要奏明圣上，查个水落石出。小蝶，该走了，我爹回来了，我怕他们来这儿。小蝶，你走吧，不然就会被他们发现了。如果我不能及时回来，你要把我们的骨肉带大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哥哥，帮我照顾小蝶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走吧。你走吧。快点吧。快走。三哥，小心呐。三哥，小蝶，三哥，保重。小心呐。
兄弟，让开，让开！三哥，三哥，小弟，你要保重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别哭了，当心哭坏了身体。过些日子我就回来找你，相信我。时间到了，赶快上车。保重，我走。三哥。说这些了，我对三哥很好，但我不会抢他，三哥永远属于你的。三哥，三哥，我要先走一步了。小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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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蝶。小蝶，小蝶，请亲王，你这狗贼，我要和你拼了！三哥，不能去，不能去，阿三，阿三不能去，我不管，我要杀了这狗贼！三哥。